今天早上还讲到盂兰，没有讲到盆。盂兰盆也跟木建连有关的，木建连杜母，所以在这个神通的根本的体质之中，它就有这个智慧的体质里面，入世间的体质里面，它那个就是它的母体直体之中，它就会最后会堕在直上。我们不是讲人形，是讲它根本体质中的母体，它就会堕在直上，就会坏。堕在直上中就是什么？就是贪嘛。明明是你心中所出的，却你心中所出的来障碍你心中所现的，所以如同你肚子饿时，你一手要取食，另外一只手就来障，就是贪心，就是如此嘛。所以念念之间，它就是讲说喷火，就是你自己的本来是大智神，是大智神通的智慧的作用光明，却躲在感受之中的种种的火气之中，那种炽盛之中，那叫做坏。那你要怎么样度这个母呢？怎么样度目犍连？目犍连大阿罗汉，他要度母。释迦牟尼佛都告诉我，你大阿罗汉你都没有办法，你要什么？你要理结下安居。结下安居上次已经讲过，就是在五色现前处，你念念之间都能够还能够知道它的觉体作用的，那叫结下。能够在这个上面结下的人，在结下圆满时，表示他自信智慧圆满时，在这一个时间上，在这一点上，你礼敬大众师父了。大众表示什么？过去木建连会被执杖打得骨烂肉明处，木建连神通现前处，就是种种众生念头现前处嘛，就是众念现前处，那都是执杖啊。但是每一个众念现前处，当下哪一个不是众生归家时？懂得在每一个众念现前处归家，就叫做僧人，就是出家人。所以真僧人的所有的当下，他都是在哪里？在每一个不同的心性中当下了断的。所以有的人是在哪里？有的人是在眼，在见中修；有的人在色中修，就好像《楞严经》中讲的25圣行。过去这些五阴六入，对吧？12处，对吧？这五阴六入，这些不都是过去众生流转处吗？今天你哪一个不是你下手处？所以纷纷都是下手处啊，纷纷都是下手处。那个纷纷是什么意思？就是大众师啊。你要礼敬每一个念头之中那个大众的清净的净持，你的神通要在每一个念头的净持之中，你要礼敬那个净持，它才能够保障你的神通不被执障，不被坏灭，而且保障你神通的母执，它能够永脱恶鬼啊。所以盂兰盆的这个意思是在这里，它是木建连做当机，是在神通上做当机的。所以这个盆子也讲到一个敏气，敏叫气，下面是分，分就是分分分明，分分分明就是大众师，大众的念头。下面那个气就是在每一个气用当下，过去在每一个现前的气用，我们都是流转，就感觉现前处都是种种差别的气用现前，我们就流转了，在眼叫见，在耳叫闻，就流转，那其实都是气用。将来你就在不同的气用当下直下担当，那就叫做大众师父啊。那每一个人索取下手处不同啊，所以你看到五百罗汉，他每一个人下手所证的地方不一样，那证的地方不一样，就意思就告诉你，你都可以在每一个起心动念不同的这个所有的一切性中作用中下手啊，那都是证阿罗汉的地方，那都是证得你将来根本心性中本来大明的地方。所以你要礼敬一切众念现前处，那这众念现前处你都要知道它就是回光净持的相，你就不会被执障所坏，你在母体之中也不受如是自己败坏的业，叫目犍连度母。所以那个盆子就是分分分明，所以叫分明，叫分气。所以那个盆子又叫什么？救济意。所以以前你要不懂的话，一个盆为什么叫救济？为什么不说缸？缸比盆大，对吧？那字相中没那个意思啊。所以盆子叫盂兰盆，有两个气啊，两个呀、啊，一个是在气当下堕在幽会，幽这个执着种种幽暗，
所以叫倒悬。然后在幽暗处，你还不能离开那个幽暗，你还要分分担当，分分分明，分分担当就是大众师父结下安居嘛，就在任何感受之中安居嘛，看到心中根本的作用，性德。所以在那个点上，你来礼敬他，才能够度根本，度母，才能真正度母。所以这个盂兰盆中啊，还一定要在七月十五，佛制盂兰盆，七月十五就结下，要印那个石。过那个时都不算，过去那个时啊是很重要的。皇帝祭天或是办什么样的祭祀，超过那个时就叫做过了。那个时钟就是现在转，过时就不是。所以一定是在七月十五那一天才叫盂兰盆嘛。穆建连都要在那一天呢、啊。释迦牟尼佛没有告诉他六月初一你就可以盂兰盆一下、啊，对吧？八月初几在盂兰盆呢、啊？没有啊，七月十五才叫盂兰盆呢、啊。所以也叫佛欢喜日，也叫自治日啊。因为在那一天之中，你在心中那个五阴炽盛的那种业感，你都能够圆满处。圆满处就是热感消歇时，热感消歇时在世间就是秋天现前时，入秋啊，那也是热感初歇，秋中的清凉现前处，就这二焦过地那一念心中那个智慧心中现前处啊，那个就是救道悬的时候啊，救度道悬的时候、啊。就在那一点上，你念念之间都要去在心中要长养那一点，念念不能够暧昧那一点，你要不能够暧昧那一点叫做什么，叫做佛欢喜嘛，念念都在觉心上看叫佛欢喜嘛，你念念那都不会离开那一点，你才知道过去怎么流转的嘛，你才知道你的心性是怎么样被过去的业感带走的嘛，这叫自治嘛，自治叫举罪嘛，举罪不见得一天到晚举他人的罪叫举罪，你心中能不能真正知道你心中的罪是怎么流转的，你只看到别人流转没看到自己流转也没有意义啊，所以那叫举罪啊，所以这个举罪佛一定欢喜嘛，因为你知道怎么流转的，你知道怎么流转就是什么成全你的决心嘛，所以叫佛欢喜，这两个自治举罪跟佛欢喜才能够斗在一起啊，不然老是说我在举别人的罪佛还很欢喜哦，对，你一天到晚大家都在那边，你举我的罪，我举你的罪，佛还有关系吗？那佛应该很痛苦，对吧？要是哪一个做师父的，一看弟子一天到晚说你错了，他错了，啊，他还能笑得出来？老衲投给他，老衲做伽蓝，我就做伽蓝，我站在大殿旁边，我立正站好，绝无是处。所以那个自治日举罪跟佛欢喜，你就要知道是在哪个心性上说的，心性都是如此。你要是不懂心性时，连目见连心性之中的神通都败坏，被你执障打死啊！但哪一个我们不是念念之间都活在执障外道处啊？你根本的念念之间背离心体啊，外道，你天天都在感受之中执受啊，执障，你坏的是什么？你心中根本的神通，迅疾的大明，你败坏的是你入世间的智慧，所以心中就能起惭愧。所以将来你就会在每一个起心动念里，每一个行为当下，吃饭酸甜苦辣当下，你还追着酸甜苦辣跑吗？执障，对吧？你就要告诉自己，这老外道我终于抓到你了，对吧？觉得酸的是谁？觉得甜的是谁？因为现在都已经明白道理，所以你在这个上面念念之间回光觉体时，你就不会堕在世间其他的不懂道理时在唤起的种种这些感受，唤起的感受就会在这上面提升，哎呀，我好像感受到其他什么不同的感觉，我以为成圣，我以为证得什么，你连以为证得什么都知道，觉得证得什么是谁，你说我证果都说觉得这一句的是谁，你到心中都知道觉得这一句是谁，你怎么会住在我证果了这个四个字上面？所以金刚经才说嘛，我都不做是念我得阿罗汉嘛，因为心性大明中本来就没有这一念嘛，觉得念时还是觉啊，那还叫做阿罗汉呢、啊，那叫初三界。你怎么还会住在念中说我证果了嘞？那就堕在念头中了。你只要是这一念堕在念头中，那我就肯定你念念都在念头上。我是反过来说，神通大光明藏，所以要正常来看的神通大光明藏，就是心性根本的担当处啊。